中可以看到，整栋大火不断从窗户里窜出来。从几百公尺外就能看见浓浓黑烟直冲天际。4号中午12点多，桃园八德区的一处电子工厂突然传出火警，警消火报立刻派大批人车抢救。当时在厂房内的5名员工也被紧急疏散。附近许多住户就怕自己也遭殃，赶紧收拾物品离开屋内。烟鬼也是做爱心板，啊，今嘛无做，啊做迄个。 那我们立即派遣了36台各式消防车辆，并派遣81名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救灾。根据了解，因为6楼仓库内存放的大量电路板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初步估计，厂房的燃烧面积约有100平方公尺，消防人员花了将近2个小时才将火势扑灭。这起意外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另外，警消也赶紧通知仓库主人到场，要厘清起火原因。